哥，我知影你有啊要紧我，我照顾我，嘛是感激你当初拼孤独，把我的性命救倒转来的决定。若不是你哦，我无路加生，活伫咧钢筋团身体内底，皆是我的人生。所以对你，那是兄弟情，阁是温情，所以我是无可能。 甲你离心的，哥，你莫叫我失望啦，你嘛是我唯一的亲人呢。细人去池中，武吉集团迄个天才少年姜启勇已经意外过身了，你阁给我一个新衣。 将军来的新的身份，我为着要报答你，我这几年来，我嘛是真努力，真拍拼，替你守护好百无极集团，嘛守护咱兄弟啊，对阿姨最后的底线。我是永远无可能反背你的啊！自从你倒来台湾，接触到港界人以后，我感觉港英团的意识。 已经开始影响到你啊！无啦，哥，你真正想太侪啊啦！唔是我想太侪，是你无愿意承认，你唔拿出界，无顾家己性命安危去救张超越，这就当证明讲，你已经无法度控制家己啊！我问你啦，张君南。 你会这么关心张超越，是不是你认为你是张超越爸爸？你是咧讲啥啦？张超越跟我无关系，我哪有可能对有感情啦？我真正是哦，坚持一个做医生最后的道德底线尔。你放心，我唔是阿姨，我甲陈家无私人的恩怨。 我对你也无任何冤枉，即马上要紧的是，你是我上亲的人，是安怎你的心思发生变化？你煞无甲我这阿兄讲一下，还是你惊我知影讲江英团的身体基地已经开始影响你的行为，所以连我这做阿兄，你也要封闭？我想袂到江英团的。 意识会去影响到我，当初我的迄个研究嘛无经过人体的试验。阿哥，你当阵你嘛是多一届机会，结果，据我所想的，我刚才会当被动接受这个结果，我即嘛嘛当咧想要安怎解决这个状况，所带来的后果。我知影，姜家上重要的命根就是你，所以我会当无惜一切。 哥，你莫误会啦，我无怪过你，只是讲，是安怎选择江英团？因为经过我追查几多年，我才查出来，当当年甲咱兄弟害到青山落魄，带面骨血人是江中林。本来我是想讲要逼伊去救你，啊，不过我又发现江英团准备要跳崖自杀。 啊！英团，英团，你是哪要做这款戆代志的英团？你叫妈妈以后是要安怎样才好啦，英团？好，卡仔，我甲江英团缀条条，提早有准备，行，准备动手。 我目睭紧紧看江英团跳崁的时，我脑海中就出现着伊个惊天动地，会当把一个人意识植入晶片，然后借别人的身体，搁重新会研究成功的时，我马上做这个决定，把赤裸山脚可咧喘气的江英团捡回来，借伊的身体。 我你搁重生。
利用你的研究，予你阁上名。凯勇，你安尼是咧创啥？你真正要抓你小弟做生意啊？不准你安尼做，你给我停！爸，我袂用停啦！即摆进行到最后一步啊，我绝对袂用停。这是凯勇分给我全新的技术，只要甲凯勇伊的意识伫咧港船脑内底，凯勇就会当借港船身体，搁再挖起来。啊，两失败呢？唔着记着要干，为死无救的啊！无可能会失败啦！你甲我同款，完全无都死去凯勇的，凯勇若先三顿两顿，咱拢就艰苦啊！杜神公，这条路行会通，妈加顺你的意，会当甲你小姐意识存入迄个晶片，然后甲晶片移入去感应团的迄只头壳内面。你敢知影？那是完全变一个人。死狗，你小弟敢不是我的后生？搁再讲，咱先卖管，结果会成还是未成？咱先来讲天地。运作的规则，天道是袂当随便予人破坏。你若甲破坏，早晚是会去予人收起来。爸，你还看袂清楚？天道就是安排我来改变所有一切。我敢知影，人也无叫天理，天也无叫家己。你安尼违背天道，是会有报应的。天勇发兵，都是来改变天道的。你，爸，天勇是我宝贝小弟，是咱蒋家未来一切。就算讲逆天，我得到报应，我这个做阿爷嘛甘愿去承担。爸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就要等天勇给我一口气，准备会当读取因老爸所有数据的时阵。我的外甥所有顶出了，你别再跟他拼了。爸，爸，咱是讲啊，开口一些，百分之百穿入去港英团头壳来啊，咱是讲啊，开口。K 勇就要重生啊 ！K 勇用伊金头脑救我家己，创造奇迹。爸，你有看到无 ？K 勇就要起死回生啊 ！K 勇就要活着转转来咱是有边。爸，咱是大，咱是大啦！我真正毋捌想过，我的人生会拄到这么奇妙的遭遇。我发明的记忆晶片，今嘛，伫咧我的心上，真正让人料想袂到。我今嘛到底是强客用，还是港英团？你毋是讲过，你即摆已经找出方法，会当控制港英团的身体意识。照你来讲，应该是安尼无唔对啊。不过人体感情意识比咱想的更加复杂。今嘛，干那会通想看卖安怎调整，加强晶片的力量。好啦，阿爷，遐是一句话啦。你有任何的需要，做你甲我讲，我会尽全力甲你斗相共。因为你是我唯一的亲人甲兄弟。但不你要记哦，以后莫阁有任何代志要麻烦。我好知影，今日又毋是超工针对过。以后袂阁发生啊！好啦，我已经知影你无法度控制的原因，讲毋是要责备你，总讲一句啦，你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，莫有代志无法度收煞。哲，就算我甲全世界人作对，我嘛绝对袂去伤害你。你是安怎，就是这样无信你妈妈？你一只！你是我一世人看过上悲哀、上可怜的人啊！你真正足好笑的呢，
你一出世就无人爱你，无人疼惜你啊！所以你一直希望会当找到一个甲你真心相爱的人，做伙去建立一个属于家己温暖的家庭。你可一直伫唔对的时间去爱着唔对的人，够钱吗？所以你爱的人拢离开你啊！你这个唯一好心哦，这样你要偷压力歪文嘞！我你这世界上有什么意义啊？哎！先跟我下手哦！为滴我活到今物嘛已经算是有够啊！今物看起来，全世界只有你上欢迎我。那呢，我要来找你啊哦！这世界这么大，我来这就是我最爱的归宿。我的头壳是平克哟，身体是钢筋团，想袂到一个老爸爱竟然用强加，我袂堪呢，我着超越受拖磨。甚至现在为了维护伊哦，啊，厝内底的人拆破。啊，照安尼发展落去，到底是要安怎才好？哎，小姐，你创啥？足危险的嘞！哎，小姐，别想违规做工来事啊！姐，阿妈。我希望别再让你这么艰苦啊！这是惊醒啊！你的心跳还算正常，不过先别赢吼。是你把我救的哦。是啊，不过。谁叫你这么急步啊？要死要活是我的代志，没你管。对，无是要我的人来讲，是啦，我上街，不过我是一个伊。你给我放开！你真的是有够烦的，我就是无勇气活落去。啊，即摆你救我，害我连过去死的勇气拢无，啊，现在随去拄平平。顺利啦！哎，我来，不出骨的。啊，这嘛是安怎啊？啊，做啥物拢唔对，连救一个人，我叫我万分，到底是安怎？